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一起在空中相会。今天我们要持续来读神的话语，盼望透过这段 QT 的时间，我们能够遇见这位奇妙的主。哥罗西书四章一到九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由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在哥罗西书信的末了，再一次的提醒哥罗西的教会要恒切的祷告，也要为他这个被捆锁在监狱中神的仆人祷告。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常常会发现保罗一再的强调要祷告。这里说的你们要恒切的祷告，按照圣经的原文意思，就是委身于祷告。因为一切的事工若没有祷告做基础，就很难有果效。保罗深知到祷告的重要，以及祷告带出来的大能，所以即使他被捆锁，他鼓励哥罗西的教会持续地为他祷告，让他能够得着一个机会，有传福音的机会，求神为他打开传道的门。我想保罗在这里成为我们一个很美的见证和激励。他深受捆锁，仍然不忘记渴望抓住每一个机会，要为主做见证，渴望把基督的奥秘能够竭尽所能的，按着所该说的，能够尽所能的把它发明出来。那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在自由的环境里面，每一个机会，神也可以透过我们来为他成为美好的见证。这里保罗劝勉哥罗西的教会，你们要爱惜光阴，要用智慧和外人交往。是的，这也成为我们的提醒，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抓住每一个机会。这里说的爱惜光阴，就是善用每一次的机会，让我们抓住每一个与外人还未信主的人接触交往的机会，知道怎么样时常用带着盐的这些和平的话语，能够把主的福音在我们交谈接触的当中把它分享出来。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的。
圣经告诉我们，在这样子的机会里面，神透过圣灵的开启，让我们可以能够回答个人，知道该怎么样切中人的需要，把基督的福音、基督的奥秘向他们开启。耶稣基督来，要赐给人更丰盛的生命，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渴望的。盼望我们能够体会主的心肠，并且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抓住每一个神给我们的机会，来为主做见证，把美好的福音分享给人。今天神就要透过你将祝福带给别人。我还是很想跟亲爱的弟兄姐妹再多分享一点关于保罗在哥罗西书所传讲的基督的奥秘，因为这是整卷哥罗西书重要的核心之一。保罗深知道基督的奥秘，他在书信的前面开头提到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藏着，在信末的结语他又再次的提到，他受捆锁被拘禁也是为着基督的奥秘，是基督的奥秘激励他为主热心的全然委身的毫无保留的尽心竭力的摆上一切。最近我听到一个消息，在伊拉克有四位少年人，15岁的孩子，面对伊斯兰国 ISIS 的逼迫，他们选择要爱耶稣而不向仇敌妥协，他选择爱耶稣，甚至于接受斩首的结局。这四个少年人，虽然他们很年幼，但是从他们的见证里面，我看见了，心里也深深的受感动，就是他们深知到基督的奥秘，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一切，他们宁愿选择耶稣，甚至于牺牲生命。这不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所说的吗？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求神他的灵向我们开启。我想我们用一点时间向神来祷告，求他开启我们明白那属天国度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保罗的书信将基督的奥秘向我们开启。我们承认还有许许多多是我们不能明白，求圣灵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透过祷告，透过寻求神，主求你的圣灵持续的将那属天国度的奥秘和基督里一切的丰盛更多更多来向我们启示。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在每一天，主我们知道如何与你同行。主啊，让我们进入你呼召我们要进入的一切丰盛的命定。
谢谢你，耶稣，听我们向你献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